不得不说，这次的赛制很是残酷，每位队长的晋级制度都不一样，所以说选对考核队长是迈向胜利至关重要的一步。黄子韬完美诠释 real 本质，长得挺帅，来吧，谁比他唱好？还有谁？把你们最牛的全展现出来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先拉会钩，到时候选我战队。都拉了，你都没办法了。好，真的要选队长的时候，你要选中他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到时候再看吧。真实可爱的性格，圈粉无数。尽量不踩我的点。好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好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不介意，来吧，我拿着给你拍。就如果没选，你就还也会记得我其实拿着相机帮你拍了，你是很 real 很真实，之前就会觉得酷酷的，但是没想到是一个就很真实的一个样子。他会跟你开玩笑，跟你聊天，觉得自己跳了好了，就可以从我脖子上自己来拿毛巾，但我可以躲。这个人就好像是我哥们儿，就是平常一块喝酒聊天吃饭的哥们儿。你们在准备让我上个厕所行吗？你们再准备准备啊！我上个洗手间，马上回来。非常非常 real， 非常真实的一个人，有开心就笑，有不开心就说。我们有 battle 过，歌手是谁？哦，当时什么错位 rap 就从那节目里面出来了，对，我对那节目印象特别不好。对待选手那个感觉比我想象中更好。我借两条毛巾试能不能借？哥，等我玩游戏。不是，哎。你别闹，现在特别重要，就是导演组现在说，就是你可以先借我两条毛巾，然后到时候节目组再给你两条，明白了？快，我玩游戏了，别人说坑我，不，我坑别人了，快！你本来就很坑，再见。啊！对不起。我身边有这样性格的人的话，我会想跟他做朋友。